穿鞋啥呀？这着急呢。所以我姐夫下楼买了这么一大堆吃的，还有水果、啤酒。我姐刚才订了外卖，我也订了外卖。今天晚上我们要在这个酒店里大吃大喝一顿。我姐他们这屋有桌子，我们就转移到这屋吃。我订了两个披萨，我姐订了三个菜，几个菜姐？好像是三个菜，四个菜。然后还有啥呀？二五水果捞，还有一个。啊，然后我姐夫又买了这么多吃的，我的天哪！我还是穿这身暴露吧。嗯，今天出去玩了一天，晒的都不行了，我们都一个个的黢黑的。我先给你们看看我的脚丫子，你给我们看看，这就是一天啊、哦，一天，可想而知我的脸都啥样了。我给你们看看，这晚上说啥也得补一补。这脸抹粉抹啥都白说，防晒压根儿都不好使了。防晒只能说防晒，不能说是定时。哎，你俩别坐在床上吃，下来下来。现在是晚上的九点多了，我们真的有点饿坏了。来，干杯。我想说呢，下午前不干啥给弄呢，我这陪他俩撸吧撸啊。哎呦，在这愣晒呀！哎呦我天哪！你俩开心不？嗯，他俩是老开心了，就是我跟你说，天都黑了，俺们喊他不，他俩都不想走了。你太过瘾了。太过瘾了。辛苦了今天，累一下午啊，你俩，真是一下午。嘿嘿嘿。从几点一点来钟一直到现在，就陪你俩了。我也抠坑抠烟了，你再不说。对。所以给你们订菜了吗？管教都抠折了。一会儿还有呢，咱俩有喷泥吃。姐夫。嗯，他们仨挖坑，挖俩坑，做美人鱼，就在孩子眼里了。给他埋上，埋上之后那还得换个尾巴，要不给？哇塞，香辣虾！尝尝他们那儿的味道啊，闻着味儿挺好。嗯，这是小龙虾。香是吧？哇，麻辣小龙虾的味道。这个是蛋黄玉米。要的是椰奶的，这椰奶到底是？哎呀，这菜硬了啊！今天晚上可顺口了，这菜。哪天没顺你们口？我那天都挺顺口的。哎，今天是我顺口的。哎呀。啊。他俩说他家住海边儿，终于住海边了。嗯。今天咱们家都住海边了，是吧？嗯。都管得宽了。说话底气都硬了是吧？哥哥，你们猜我为什么这么半天才回来？为什么？那外卖小哥把我的东西给人家送错了，他又去给我取的。我快点儿，你们俩的披萨到了。怎么不兴奋了呢？吃撑了。来吧。17厘米。什么17厘米？这是9寸的。姐来一块吧，都来一块。这个是啥的？可以吗？快拿，快拿。可以开始了。嗯，这个是水果的，有点凉了，那小哥给我折腾的。嗯，我吃啊。啊，我吃一块，来姐。哎呀，知识改变命运呢。哎呀，你可以啊，这小词儿用到位了。咱俩回去吧，姑娘，让你爸在这吃吧。他憋回去，你把他还糟了。不是，我感觉你俩再吃一会儿能吃到第二天早上呢，现在都10点多了。哦，都吃多了。书没有了，书没有了。啊，酒没有了。书没有了。这还有。这多便宜啊。不到3块钱。挺便宜的。我感觉来了这两天今天吃的最好。嗯，买最便宜的酒。最合胃口。啊。然后还在这个屋里头安安静静的吃。这个房子也不错，我操，还挺好，楼层还高，这回咱们住的是楼层最高的。